怪兽来了，孩子们藏好了，千万别出来，老师一定会保护你们的。快把小奥特曼交出来，臭怪兽休想伤害我的孩子们。那你跟我们走吧。老师，臭怪兽伤害我们的老师。小奥特曼，你们发生什么事？怎么都在哭？赛罗叔叔、银河叔叔，我们的老师为了保护我们被怪兽抓走了。哦，你们都别伤心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把你们的老师救回来。